人拢去看电影。啊，神经病！看电影就看电影，他干嘛要把那个大哥大关掉？结果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人家就刚好诈骗集团就打电话去他爸那边？结果他一直爸妈要求证啊，一直打电话给他说啊，真正去用抓去啊，所以电话拢未通。啊，结果全讲哦，你去领偌济号啊？讲诶，恁囝欠我钱，欠十万块，啊，你即摆若无回复我吼，我就要断脚断手。啊，结果全去领钱互伊，啊，今仔煞着佫讲，十万无够，十万摕着啊，毋讲十万无够，你还佫去领五万的利息钱哦啊，啊，结果吼，佫要去领，伊感觉讲，好像受骗了，啊，佫一直敲因囝嘛敲无，爱讲。甲迄个领钱迄个银行的迄个行员讲，你应该安怎甲我报警？你甲我报好无？我敢若去用骗去啊，甲我骗十万，搁要甲我骗五万，我进来。然后讲我敢若去用骗去，啊伊就讲去甲报，啊报了，全抓着迄个车手，去领钱的车手，啊结果迄个车手。抓到了，因囝电话才会通，正含的。